甚至搁锅里就行了。出去放，拿碗边擦干啊。好，搞定。我先给刘老师盛一碗。好有食欲啊！好了，太棒了！这我们下周去买的豆芽吗？对。 我这放完了以后，这大碗有点夸张啊！呜呼，来一碗。这是我第一次吃8个开码的炸酱面啊！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以前就没有，就很简单的炸酱面，怎么有这么多料？嗯，我知道，缓一缓，太香了。好吃吗，鬼鬼？嗯。吃得惯吗？嗯。 你的炸酱面名不虚传。还有吗？出的，给我来点呗。给我？你别！哎呀，我咱昨天文文姐没来呀，今天才来。老妹儿啊！老妹儿，你真是高。老妹儿啊，你老能吃啊！要给足啊！这段都给我掐了。哈哈哈哈